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耳。终于跟 Erica 分开了。今天要带大家出来晃晃，我们来到了福建省的泉州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当地有什么吧。Let's go。这个。这边的面线糊是自己选料加。你知道之前我特别搞笑，我跟一个朋友讲说，说什么东西就没有，他说什么没有。台湾吗？对啊，然后说不好意思啊，没有，然后他说没有。好恶，好恶，怎么这样啊？好烦哦，醉了。长相四果汤，为什么漳州啦？漳州特色，漳州漳州的特色，那为什么在泉州？因为都是福建嘛，都是福建，然后在泉州吃漳州的四果汤，那其实它长得就像台湾的叉冰，然后自己选四种料那种感觉，可是这边不用选，他帮你选好。这边是要选的吧？嗯，就是一般的叉。这料你们自己选的吗？对啊，就是面线糊料也是自己选的。嗯，脆肠就吃起来口感有点像海鲜粥，只是把那个粥的味道改成了面线，然后熬成了糊糊。那口感是好吗？讲不出话了。它就是我们那边的牛肉面的牛肉啊，做成羹。讲废话，其实蛮好吃的。咸饭吃起来啊，就是我们那边的炒饭。这个是沙爹啊，你们叫沙嗲？对啊。那边我们叫沙爹。啊？不沙爹。沙嗲呀？怎么叫爹呢？沙爹。好香啊！嗯。好好吃啊！很好吃哦。超好吃。好多汁啊，好 juicy。好好吃啊！好吃哎，很好吃哎！你别放进去啊！不要放进去吗？你说过你别放进去。好，对不起。吃自己的就是。好的。你在干什么？快点走啊！太惊人了，都是自动车。开了多久了？啊，开了多久了？开了半小时了。你要是把我搞成脑震荡的，我跟你说，赔不起。我还真不愿意要这个东西，我本来就有。汤这么多？汤还好。还好。其实更多的是在南京，那个汤就喝到你饱，而且会是鸭汤。这个不是鸭汤，对，这不是鸭汤，就不好吃。它没有说不好吃的，就是它不能跟南京的相媲美。我觉得它特别不好喝。什么？吐出来！这叫串汤吗？灌汤吧。灌汤。好多汤汁有没有？不会不好喝啊，完全不好吃，吃太饱。而且我觉得它的皮是没什么嚼劲。它的皮有点厚，像南京那种汤包，你夹不起来，太多汁了，对，太多太薄。腌过什么、啊？腌酱吗？塞到臭袜子里把它发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再讲一次，你讲一下。飞到十里。蛮有钱啊！天哪，你更变态了，我操！要辣吗？要。辣一点啊。好。那确实好像需要。好辣、啊。一定要放啊！吃吧。哇，好爽啊！哇，好厉害。据说这个黑色经典是观光客必吃的，是不是？最有名的叫什么？三什么？四安街。四安街。是埃街。四埃街。埃街是奶奶。奶奶。但是那家很难找，是不是？黑色臭豆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里面汤汁好鲜啊！里面全是汤汁好鲜，然后辣辣的。里面是长白色的，还是白色的啊？你们骗我！泡过那个东西，但还是炸过还腌过的。你那个白色是嫩的，这个白色是老的。哦，像豆皮。里面对，像
豆子。其实闻起来啊，有点像墨汁，是墨鱼面那个墨汁啊。如果啊，来到泉州市区的步行街，走到中段的时候有一个钟楼，钟楼那一圈呢就有刚刚的那个黑色的臭豆腐，隔壁呢会有一家老鸭粉丝汤，吃完之后汤留着，把粉丝呢拉到里面，这样吃比较好吃。哇，好好吃啊！这边好多小黄车啊。这是芒果椰奶，椰奶椰奶椰奶，芒果椰奶，哦，你说椰奶，椰奶，你去过鼓浪屿没有？没有，没来过厦门。没有啊，我烦。演得好好哦。